其实义工呢要求是很高的，很多人做义工呢，哎呀，穿件红衣服，其实呢讲句心里话，你穿红衣服之后就相当于啊你在护法神的保护之下，所以很多人做义工的时候在念经，他们的消就是他们消的业障特别快，因为他们身上有护法神保护啊，这个已经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了啊。那么做义工为什么好呢？实际上就是等于告诉菩萨，我在弘法，我在啊度众，我在积累功德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就是已经把你名字算上去，当然了，这个积起来你的功德更快。做义工的人，他必须在做义工期间全部吃素。那第一个，第二个啊，他必须嘴巴里不能骂人，必须不能啊跟那个男男女女接触的时候不能有这种邪念。你比方说你做义工，你眼睛一会儿看那个小女孩很漂亮，一会儿看那个小男孩很漂亮啊，你白做了，你还不如不做了，因为这个护法神会惩罚的啦。你们的义工服，穿上义工服就是袈裟，必须守戒，所以穿着义工服的人就必须守戒，听得懂吗？如果你穿着义工服你去做那种不好的事情，就等于穿着袈裟你去做坏事，你是罪上加罪，明白了吗？很多人呢还步步节约，你知道两万多人一人一瓶水的话，两万瓶要堆多少个房间和仓库，所以都要钱借的，所以有些人拿个水又不当回事，喝一口往边上一扔，这真的不惜福给菩萨看见。如果他们这么不惜福的话，他们反而是功德有漏啊。你做义工的时候，你自己在做义工，你在帮人家盛饭呐、啊，帮人家推东西的时候，你心里要想，我这是学菩萨啊，我这是在啊，好好的要啊，把人改变，我要做菩萨啊，我这是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到啊佛法。你不要以为你推一个抱一个椅子做这种义工，你是没有功德的，那你要把它跟功德挂起来，那你功德不就大了吗？比方说，很多人围在那里啊，拦住的别人。啊，帮助师父能够跟更多的人握到手。如果你坐在那里，哎呀，烦死了！这些人怎么把我压着嘞？哎呦，我吃不消了！你说说看，你这还有功德啦？这样给人家看到很庄严，你也叫度人呐。比方说，人家看见你们义工这么好，人家发心修了，说呀，这个法门，你看这些义工多好啊！人家发心修，你有没有功德啦？如果你在做义工的时候必须念经，不念经的话，功德就不算功德。师父来了嘛，就不要念经了。很多人师父来了，嘴巴里还假模假式的念，没用的，好像让我看到，哎呦，他很念经了。我告诉你，一种真情流露，你对师父也好，你对法门也好，你对磕头的时候在观音堂也好，你只要真情流露，菩萨都很喜欢的，明白了吗？人很努力，一直帮别人，一直脑子里想的我是菩萨，哎呀，我要做。发起冲了，没有任何一点点私心，没有杂念，没有任何一句干干净净，没有什么想占人家便宜啊，怎么没有事。你这个功德绝对能够把一个癌症病人都救活。今天跟两个人站在那里啊，做义工欢迎师父，师父没来的时候人家念经你不念经，你脑子想其他事情，或者跟他边上聊天，好了，你功德又没了。就是这样，你平时聊聊天不会没功德的呀，但是你在法会上这么一做，功德没了。开法会你是去弘扬佛法，你去普度众生，你去护持佛法，所以他是德智啊，智慧和福德都有的。那个福德是庇应后代的，所以为什么这个龙天护法他告诉你说，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。你自己去参加了之后，你看你的孩子规规矩矩，不出事，不撒谎，慢慢变得越来越乖了。你看看你学佛之后，你家里的孩子会不会跟你一起学？是不是你的孩子给你少找麻烦了？是不是以后孩子会孝顺你了？这不是庇应后代吗？所以你学佛就庇应后代，你去参加法会，你让他这么小就懂得跟人家鞠躬合掌，你就知道让人家礼让三先。让人家老人家做啊，对所有的人，所有的人都恭敬。你说这么小的孩子都懂得这些，你这个不是逼应孩子啊？所以你的功德无量的，你
到法会上你这么做给功德，你必应孩子的。